他不会的。喂，哎，等一下，对，不要玩牌子，不要玩牌子，要玩哥哥来。哈哈，什么东西？吴炳，对，我想拿这个。一样啊，都可以，还好。有机会碰变碰碰，进一张，进一张。没有饼，好，这一张也能碰。四条，七四，怎么？哇塞！你知道你听什么吗？他知道，知道哦。他一直都在那个，他一直都在玩啊。对，所以他都没有碰。为什么打这张呢？哎耶！哎呦，我的天啊！好了，七万，这么多七万。对啊，而且都那个七亿，你要不要吃个海藻精？啊，那个海藻。你这把海藻，海藻，距离很远。对，海藻好难受。去啊，给多。哎呦，这我难笑了，因为奶哥今天太好笑了，完了。七条，七条抓。哇！啊，你看，一拳把你打死。奶哥，我相信你会一拳打死他的。我当他打，我就说你不应该打这张的，要不然自摸了，转手自摸。对啊。我讲这一切都是命运，不是命运，他不会打。哦，抓好。懂不懂？因为你这个跟这个断，对不对？那中间的牌是好牌。会有压力哈。这把你没有胡到的话，电视不一样哈。因为每次都看电视，因为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恨？因为这一把牌决定我们可不可以再看到七位跟一了。聊完了吗？聊完了，聊完了。直播了，来，这个牌全部倒下，把牌全部倒。哎，这一把胡老二十分呢？牌倒下来，牌倒下来，牌倒下来。哎，他咪口你给我直播哎，他这把胡老二十分呢？他这样，哇，他打四条，我打四笔。这个牌你看，三条六条。卡在这边，外面又限一张六条，六条了，所以呢，三六条等于把它断掉了，四五条人家靠不到张的话，他会打，所以你这三笔的四笔呢，基本上打掉，听四条很漂亮，才讲完，转手四条自摸，哎呀，这个自摸就二十二分，一摸六，七小队，你好你好，二十二分呢，自摸门清一摸六。哦，阿斗赢啊！二十二分不用玩呐，哎呀，回家了你。对呀，他好可惜的一把牌，对，好漂亮，而且他摸得好顺哦。嗯，对，对不对？二饼三饼摸来的，四条摸来的。嗯，四条不要，四条摸一张对。对，三条是不是摸的？我还拆了一个八条队，还拆了一个八条队嘞，他给他吃一张八条嘞，气不气人？气。干嘛你火气那么大？牌子很漂亮，他这一把就已经决定了今天的胜负。今天还可以打我们的至尊对决啊！对对对对，赢的奖金那是另外的，还可以连续卫冕五次还是十万奖金呢。最主要是说机会他们也会到，钱我都准备好了，看到没有？哇！后面还有，后面还有，后面不是，我说我们是在都有准备，对了对了，都现金的，对，对呀，哎呀，好开心，好了，那很可惜了，可惜了，恭喜得到五分，自摸，红中，哎，这来回你看，总共差了多少？来回就二十七了，二十二分来讲，对呀，对呀，二十七分了，要并肩作战了你们，好，马上我们下一场，自摸四分，红中一分。总结五分。第二场，第二场，刚才呢来回二十七分，你看多可惜，真的。没有，所以打麻将，我们讲说不是说绝对的，但我们讲是个几率，还断牌。
啊，比如说刚那牌为什么两个三条，两个六条，进四条会漂亮？对，因为外面还限一个六条，你等于头尾都被他切断路的时候，别人拿到四条可能是单张，或者拿到四条五条，看到三条六条一直没有出来，他有时候拆搭子会拆这个，嗯，啊，所以基本上来讲，他那个几率会比较大。但这教的真的好。因为如果像我们在打麻将，我们就随便乱打，反正不是乱打，对，不是乱打。我们讲不是绝对，但是几率打麻将就那个逻辑要，任何赌都是一个几率，对对不对？好，第二场，好，来，不要紧张，还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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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心这么急，对呀，心急吃不了，来，看看四家的牌，先看一，第一把牌让机会给溜走，错失了十六分，这把牌可就要认真喽，二四六饼，三点金的牌等上张，这把牌就温透懂啦。遇上了以前的老战友，可不要一时心软放水了，这把牌碰上六碗西风，凑上五八饼，就可抢听卡尔碗喽。虽然声音老了点，但第一印象就赢过人了，就不知你的牌技如何呢？凑不上三五条，三六九万靠不上，这把牌就等着拜天公了。白云哥，有了美女来相伴，可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呢、啊、起手有两搭，二万六九饼，摸上张想胡牌又有什么难？白云哥你要请过来，你不是我最对的，来加油，来战斗力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战斗指数百分之百啊，发财。飞，一打，一打，大饼子，哎呀呀，飞，嘎抓。嘎的好，嘎的好，嘎的好啊 ！Oh my god！ 不对，啊啊！七，谢谢。九，九条。哦，一拳把你打昏了，我跟你讲。九条，你会打内脏？刚才要打喷喷，现在要打一了。九条啊！一秒，一上听的牌，把它打成两上听，一上听。对，我操！文化戏剧会越读越笨哦。没有，这是个例啦，个案啦，个案个案。中，它是国剧的啦。国剧的，它是还有国剧里面的个案哦。进，哎呀，发财，九万，九万，哎呀，上哪金呢？九万，抓完，哦，当，十一有没有？四条，四条。我看你们三个也很少打麻将吧？文化国剧的，没有，你看那个打牌的感觉哦，他不叫时常打，哦，那是奇怪的个性就这样啊，哦。又是嘎抓！哎，别不要说我时常打，我爸妈会看电视。你那样子啊，就好像腰包，很轻松。因为掩饰不住啊，你爸妈一看就知道了。好啦，会打麻将不是坏事。对啊，真的。要好，对不对？我从小学麻将，谁知道我今天在那边主持？靠麻将可以赚钱。对呀，打麻将很好啊。主持麻将，而且麻将可以学人性。了解牌桌上这个人为人怎么样？八万，对，有没有？不要低，我们小现在牌桌上就该看到了。我们要开其他的画家。对呀，这讲的是真的，是真的啦。麻桌看人生啊，一个人。那是你的书嘛？麻将桌看人生啊，就以前人家要取这个，比如说这个加彩进来啊，要先跟他打个麻将，看看他牌品怎么样。四手，对不对？嗯。